咱们欣赏一下这些狼语哈。狼语哈非常的耐寒，适合在咱们北方的地区哈室外种植。这个狼语是春夏秋哈看狼爷的树叶，冬天的话哈就是看这个狼鱼的装体。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些狼鱼哈。看一下这颗狼鱼，这颗狼鱼哈是一体双干。咱们看一下这个装体哈，装体在30公分，根盘很扎实。这个过渡啊也非常的自然。因为现在是冬天哈，树叶已经掉了，咱们看一下这个装体哈。装体非常的苍老哈，飘纸哈非那个龙爪形，看一下这些飘纸哈，层次感哈也非常的明显。这个狼鱼给人一种哈苍劲古朴哈大气的感觉。像这个狼鱼的价格哈也是不菲。在远处欣赏一下这一颗高大挺拔哈苍劲一体双干的狼鱼哈。像这一颗狼鱼哈有点矮霸状，咱们欣赏一下这一颗狼鱼。这个狼鱼的装体哈在35公分左右。这个是多干的哈。过渡啊非常的自然。看一下这一个顶哈，顶十分的漂亮。这个顶部的层次感哈非常的明显，也是呈那个龙爪形哈。这个价格也是应该不菲。在远处欣赏一下这一颗矮霸型的狼鱼哈。这些狼鱼哈不管是从造型上还是这个银层的层次感啊都是不错的。可以说哈也算得上一个小精品的矮霸狼鱼哈。非常的漂亮。